1, you're coming in loud and clear. Over. Echo team, this is a mission to take back air supremacy. 哇，其实做的真的非常的正直。 对，同样的，他旁边还有一起要进行作战的战斗机也准备要升空了。所以它剧情模式是还有队友一起就是作战的这个剧情哦。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说驾驶员的手脚都其实有在动作。 我本来很有钱才到我的角色，他是以为这是什么加速器之类的。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把脚移开。像这个就是3D跟2D的空间，做出它这个云的效果，就像进入云的时候，它也可以看得到你从那个云外进入云内的那个感受。 啊，高一点的，如果怕高的，请不要再往下面看。哦，往下看真的是会头晕的。戴 VR 的话。Okay, let's take him down one at a time. Vehicle，哇，这游戏空间感需要非常的重，因为其实有时候飞一飞，不知道自己人到底飞在什么地方。 哎，他刚已经击落一台飞机了，也太快了吧！ 僕は全然ね、弱らないので。全然こうやって回ってても僕は全然大丈夫なんですよ。那就是说，头不真的跟着转的话，还真的看不到敌人。哦。Fire。我们在旁边看的时候，都会自己这样不自觉的头就跟着动。 感觉河野制作人有一点认真哦，看起来是不想要输今天的比赛。啊，这个，干嘛掉这个音嘛？所以说他现在很紧张。 All aircraft, prepare to pursue the fleeing enemy.